是为你开路，其实却放一无路。他心其实总不能知，他会为你开心路。他是我的主，与我肩并肩同步。人的尽头，神的开始，我的心盼望，我的心路向。神为你开路，即使前方已无路。他心其实总不能知，他会为你开心路。他是我的主，与我肩并肩同步。人的尽头，神的开始，我的心盼望，我的心路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入到2月28号2月的最后一天。今天灵修的题目是生态的公义裁判，耶利米书9章11节，让我们一起来念。我必使耶路撒冷成为废墟，为野狗的住处，也必使犹大的城镇荒废，无人居住。这是上帝的道，感谢上帝。疫情在唤醒世界，把世界退出习惯繁忙的区域，让世界腾出空间进入反思，当延续或更新。因此人类在疫情下的反思是重要的，反思是帮助我们越过疫情的重要过程。反思不但能让我们不再聚焦于自己，并跨过疫情的威胁，也让我们明白人不能独立而活，抗疫是需要群体的同行，生存需要有条件的环境。反思帮助我们预先在不熟悉的领域预备，以另一种的生活形态面对将来的新世界。我们不再回到过去一样的生活，而将是进入更为过去的生活。更根本的来说，我们当回归上主而活，生活开始从简，资本主义下形成的消费模式可能不复存在。激情的球赛、热血的演唱会、高消费的品牌渐渐走下台，取而代之的是存活的基本需求。生态危机所不能承受的消费模式将被疫情击倒。这一刻，疫情站在了生态一边，为生态做出公义的判决，保护各物种并推广它们的生存空间，同时也为人类的后代争取了可延续生存的条件与空间。人若在这过程中缺乏醒觉，可能会持续地活在哀怜与痛苦之中，见不到曙光，无法察觉上主的美意。疫情虽然可怕，像是无情地把人分隔，让人陷入痛苦，然而它却在弥漫的雾中为我们揭开道路，让我们能持着盼望见曙光。反思让疫情中的我们看见盼望和上主的意念，反思成了宁静带领我们看见疫情，看自己，看生态，更看见上主的美意。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，这个疫情让你看见了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凡事都存感恩的心，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在其中。我们围着许许多多的事情来祷告，来感恩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围着这个疫情的状况，我们继续向神来祷告，来感恩。大家回想一下，
在 MCO 的时候，这些的生态自然环境都恢复了好像应该有的这样子的样貌，森林河流他们都恢复了健康。所以在疫情里面，我们不要以消极的眼光我们来看待每一件事情，凡事都有两面。在疫情的期间，我们继续以积极正面的眼光来看待，并且我们向神祷告去问说，上帝啊，在这个疫情期间，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来认识你，来见证你，来荣耀你。让我们继续在这个疫情当间仰望神的恩典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圣灵引领并分别为圣我们的视野，让我们看见的不再是自己，而是大地的呼喊，他者的需求，以上主的心意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